不，我被踢下去。然后没有三个人在狙。唐奋离开了游戏，唐奋离开了游戏，唐奋离开了语音。 哇，银色框框！哎，还回得来吗？反击那个夜一六是很常看到啊，银色框框。哪一个？夜一六我没看过哎。 每次见有时候半夜打的时候都看到他，那时候就超多星星的，现在看银色了。好狂哦！哦，银色的，我第一次看到，超亮的。做好攻击准备。夜一六，天哪，他是一天打10小时的哟。 眶大大，有听到吗？我立誓保护无辜的人民。可莉，有听到吗？嘿。 What's up, man？ 你没听到声音吗？一个。你说啊，精益求精。怎么现在才邀我啊？阿翔，你不爽你跳了啊？最好为什么不爽我啊？你就在对面才会强。哪有？同队就不做事的。因为你们很强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阿翔，你击大好慢，可是我们有两个人开台耶。真假的，我不要吧，这样我又不能乱玩了。<笑>你应该知道。<笑>可是阿翔，你击大真的好慢哦。有壁垒的样子。有，然后有壁垒，然后有一只狙击，然后两个麦卡利。我背起来了，因为我刚他们就这种组合呢。 好，我想说，我先去洗个澡，反正回来你们还没打。麦卡利在 PP。哎，两个麦卡利哦，无耻啊！哇，刚不是有说两个麦卡利吗？没听到啊？刚不是要补血？ 那个银牌大大是狙击手。我们莱因哈特不进点啊！我一个人在点点场好久。BS 啊！也要挂。
是我们的了。不要进去会被掉晕弹，我知道。呜呼呜呼！ 哎，小心！上面！哎呦，居然是被狙捡走。左边有一只。哎，后面。妈，哪边？好准哦！正前方。目标安全，出发。 狙击在二楼，别跑，避雷，回来！哎，正上方。 猎到了吗？到了，就只杀我一人。要是以前，这东西早就抵达目的地了。牌都没了。哎，偷袭耶！ 上面有狙，目标即将抵达终点。哎，不要在我后面哦！可恶！狙在大杀特杀，在偷笑。啊！死神在我头上，我脚出来一点。 哇！狙在上面啊，不好打。二屁耶！法拉棒棒！哎，差点迟到。右边有死神啊！他跳出来。 有夜六挂，夜六挂。我每次都会很顺的按 shoot 也有高，漂亮。哎、欸，他开大了。死神，死神。啊？没有哎、欸。没有没有。避雷避雷避雷。放心，放心。下去，按他下去了吗？ Nice。 没有，他下去的时候被我打死。我刚好开黑怒。精彩重播。哎呦，不是你嘞！他应该是那个大三只吧？哦，这里哦，打杀你跟我。我就说，哎、欸，怎么还有一只麦卡利？呵呵。我那时候看到一只麦卡利走掉了。 对，我也是。结果还有第二只麦卡利，它会分身。啊，一只麦卡利，还有一只麦卡利，分身的死还不一样。了不起，太神奇了！露西又只开到一只大，很好 carry 啊。 开箱喽！唉。
Amen 又传什么啊？看看。我比较好奇的是妹妹回来了。哦，这个我看过啊。好，这个我这个我好像五年前的东西吧。也太古老，考古。对啊。欸，你们觉得猪？你们有看过猪坐下跟笑的那个动作吗？有啊。你觉得笑比较可爱，还是坐下？坐下。笑是怎样捧着肚子那个吗？对啊，就会一直倒。我就坐下比较可爱啊。看你，你两个都买吗？我是两个都买，可是只能用一个啊。啊，不是哦，想到的时候再换啊。坐下很可爱啊。我最近看一个很嘲讽的影片，他开大摆，全部人推下去，然后就坐下来那边看，然后旁边就叮叮叮叮叮叮。托比昂也有坐下的，而炸弹鼠太作弊了吧？他是整个躺下，躺着，他躺在草丛里面根本就找不到。我们下次要玩啊，《斗阵躲猫猫》那个新图。选小只一点，可以躲在草丛里面，然后选一只鬼去抓。嗯。要听医生的话哦。我会好好照顾你。要听医生的话哦。回去按时吃药，明天再。你的疼痛指数。I'm back。回去按时吃药。你觉得师父的？两只鸡，白鸡好看还是黑鸡啊？我黑白鸡。那个太阳神跟那个杨牙塔，我比较喜欢太阳神哎。我梦到自己变成了蝴蝶。我也喜欢太阳神。哎，没有杨牙塔，黑鸡，黑鸡。因为我现在是用黑鸡。可是我觉得那个伊佛利特跟距离那个感觉好好笑，他那个胡子好北齐啊。对啊。巧克力就巨灵啊，奥斯伊佛利特啊，他胡子是岔出来的，然后八字开，但是中间还有多一根啊，所以他是三叉虎，三叉虎，三叉颈啊，所以他直接用胡子去戳人就好。我要玩啥？我来看师傅的造型。为什么我在对面就不让我玩扎利亚嘞啊啊哎呀！有个机车的，为什么？你可以保持在对面的水准。为什么？我扎利亚很烂，好不？我看一下今天抽到的扎利亚造型。这个今天的模仿那个。那个叫什么？背面的。对吧？我有买，我因为我买碰拳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液态机车，是不是还是保值？我喜欢吐蛇。你们都是那个造型，就我比较打麻将了，打麻将。放下这一切比较好，愿你平安。好，换角色。你好，哎，你玩猪，你玩猪，给你玩，哎，我都没看人呢、欸，可恶！我刚想说，我不是点到扎利亚吗？这么奇怪的限制。哎呦！牛仔右上哦，他不敢出啊。死神在我们家上面，后面有注意哦，死神在后面哦。我去抢二楼。哎呦！
不要跑！可恶啊，被抢掉了。什么？我怕你追不到，看到肉就想咬，狗狗。我没有，我被撞了。哎呦！我套你盾啊！你怎么会被撞嘞？我套你盾啊！我有套你盾啊！太远了，撞到墙壁前一瞬间，那个盾就消失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干我刚刚，我干他们。你觉得能量没有加吗？有啊，50%哎、欸。那就是。我想说奇怪，一只猪在我面前先套他。万丈。哇，被三个东西包围啊！那你把刚刚三个包。来，哈特。倒了。贴着他，我超爱听。推车啊，全部冲过去。我被撞飞了。去了去了。哦，完蛋，完蛋，来啊，来啊。哎、欸，看错了。来啊，来啊。轰冲。我还真的觉得那个壕沟那个点真的很没有意义。我靠，被吹死了！还有红光啊，突然血回起来。对啊，妈的，我渡他渡的这么爽，算了，打一波打一波。好啦，可以了。哎呦！过他盾，过他盾，过他盾！火力全开！哎 ！no no no no！ 啊！啊！怎么样 ？no， 已经挂了你们。啊！他伤害我还想说我吸的三个人超漂亮的，结果被一锤打掉了。大锤，我忘记套盾了，就狂按 Q， 结果还是来不及。没办法，你按 Q 我们还是会死啊，他是一发把我们打死，补不回来的。哇，太凶残。没东西啊，喷破你的盾。还有东西！哎、欸，你后面要死人，你后面要死人！有，我有看到，我来不及了。我要被开四了，难怪那么痛。加油加油，他们东西都找到了。因为没有人碰他，所以你不用讲了。哇塞！哇，你们妈的，差一点点就戳死了。他们大好病人哦，应该我，我跑去下水饺、啊。被剪掉了。为什么要用那么娘的声音讲？